星际大战迷坚称绝地是信仰。绝地对大多人来说只是电影《星际大战》中银河保护者接获的命令，在现实人生中不是真的。但很多疯狂影迷把绝地当作一种信仰，跟去教会一样重要。15000名捷克人在12月的国内民调中说自己是绝地战士。类似运动在全球各地也不断增加，绝地教在英国特别受欢迎，很多苏格兰警察在2009年的民调中自称是教徒之一。现在连小朋友也加入这个运动，一个麻州小镇甚至有为儿童设计的绝地课程，周六每堂课$50。绝地教似乎成为笑柄，但跟其他宗教比起来，真的有那么荒谬吗？你还犹未尽吗？输入 anime.tv